你很厉害哦，你走过去，然后他走过来。你们猜猜？我记得他们两位，我刚来九年前来新加坡，我就已经主持过他们两位好多次了。他们两位怎么从头到尾，你们两个都还没有变呢？对呀，没有变，都还是这样可爱。我们让他们猜猜哪一位是姐姐，哪一位是妹妹？你看嘛，知道。哎呦，我把舅舅恐嘛，猜这个姐姐，这个妹妹啦。对啊，我嘛是安尼讲讲。我不是姐姐嘞。哎，你不是姐姐？那你是妹妹吗？不是嘞，我是弟弟呀。谁是姐姐，谁妹妹？我是姐姐。哦，我跟你介绍我姐姐啦，我姐姐在这里。姐姐好，两位姐姐好。你好。哦，所以她是姐姐。对。你是妹妹。我是妹妹。对。你们两个真的是哦，这姐妹花情，那姐妹花都没安尼哈。我嘛唔知咧。啊，如果真的是姐姐，就很像妹妹；真的是妹妹，就很像姐姐。好像明珠姐妹也是这样啊。对，姐姐就真的很像妹妹，妹妹像姐姐。宝贝姐妹也是啊，姐姐像妹妹，妹妹像姐姐。快乐姐妹也是啊。这样是对啊，是这样的。对。因为有每个出来的第一个，把我姐姐嘛，你那得卡过来给捏捏捏，捏个如捏如碎捏。不一样啊。第二块就无用捏，第二块给拖拖拖如拖如大。你骗人，你如捏如碎捏，我八块个有几捏，咪如捏如大捏，你八碎捏贵的。你这几刀你买无？这里嘛有几刀？喏。姐姐哈，好事将近了哈。对。哦，今年的歌台哦，很不一样哦。很多喜事。很多喜事，很多很多的，这个都是哇。两声。明明都是两个人来唱歌，都是三个人。我们这边也是三个人。我们也是三个人呢。对啊，都是两个人。一二三。很哦，几个月了？几个月？六个半月。恭喜你啊！恭喜你。谢谢。我们所以现在就是要出来赚一个奶粉钱。对。男生女生。男生了，幸好哦，这边是羽球场，不是篮球场，不然你要他投篮。安尼好噶，安尼好噶，就安尼我放心了。安尼啦，看到吼，姐姐安尼怀孕安尼吼，哇，安尼李宝恩后摆变大巴肚，袂困难了啊。夜兵袂着用啊。因为以前都是以为吼，哇，小个子啊，吼，小朋友啊，那种小小的娇小玲珑，要怀孕了，不知道小朋友要放哪里。你看这个娇小玲珑，你看小朋友还是一样吼，很健康健壮的呢。对对。好，也祝福你，男生吼。男生。哦，搞嘞。加搞。大宝贝嘛是男生呢。龙种啊。对，今年的蛮多男生。今年都是龙种。今年都是。不是凤种。哦，好，那祝福你，然后小朋友出事的时候平平安安，然后健健康康，然后你赶快多唱一点，现在我真的要赚奶粉钱。对，所以妹妹那份奶粉钱有没有送给你？没有啦，可是宝宝出来的时候会送一个小礼物，送一个小礼物啊，那假敢讲，这个妹妹就是感谢的。一个啊，你不讲姐姐，如果满月的话，我可以包她一个月的，每天一只鸡给她进补，这样也好吗？不是啦，如果说我煮的话，我姐姐应该不会想要吃啦。对，没有人叫你煮啊，叫你给钱就好啊。又了，你们再看啦，再看讲解，再看一碗，那两个姐妹感情好不好啊？很好。再看下去，我们不要跟你呢，我们要祝她生日快乐，就过两天嘛。过了哈。前两天，昨天哦，生日快乐哈，谢谢。生日不重要的，怀孕比较重要。现在怀孕。好，两位为我们带来什么好听的歌曲？首先安排了一。